什么画面？我刚刚看到了。这就是月式洗头通常会有的流程啊，就是一定要先洗脚。不知道这是韩式还是月式的。偷偷告诉大家，这位小姐姐是我那个按摩到现在我觉得颜值最高的一位哦。别看小姐姐这样柔弱，她的那个手劲还蛮强的，这样子按摩很舒服。What's your name？ 嗯，张。Hello， 张。Your massage is so good 小黄瓜来了吗？哦，好冰。那刚刚小姐姐呢？我用良心说话，她真的很认真在掏耳朵这一块，那我觉得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用心，就是抓到我的软肋了，就是很舒服啊！我喜欢掏，我喜欢采耳啊。打屁股了。这什么什么什么画面？我刚刚看到了，太刺激了吧！哇，很厉害！很舒服，好喜欢被踩哦，很舒服哎，哇哇，这真的技术好，这技术太好了吧，好舒服哦。我筋很硬，太舒服了。Everything 都很舒服，画面 也很舒服。
辣妹洗头来了。而且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个地方呢不是只有那个男生哦，我看到超多女生也来这里的，代表他们的服务应该备受认可吧。结束了哦，一阵慌乱下，然后完成了，但是很舒服。小姐姐颜值好高哦，认真的。刚转过去那一瞬间有点害羞。刚刚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楼下呢，就是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舒服。然后他也很认真的在帮你做每一个项目。然后到上面之后呢，发现充满欢乐声，而且刚刚那个画面有没有很震撼？这个配色再加上好多旗袍小姐姐，这个真的是赏心悦目啊，以为到了天堂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体验完了，这就是今天的辣妹洗头第四弹。哎，每一次都让我很惊讶哦，而且呢，这一次的服务跟画面感呢，非常的冲击。而且呢，他们穿着旗袍，有那种制服的诱惑的感觉哦。那这整趟下来呢，我花了大概35万越南盾，然后就是刚刚看到那些项目，所以呢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。那尤其是小姐姐，她的颜值好漂亮哦。Thank you.